把火锅关掉哈。为什么？我跟老师解释一下，因为如果把火锅关掉，对不对？他还锤不死我。但是如果不把火锅关掉，我要是一失手，我就 GG 了。哎，但是我们有观众一波七，基本上大概是十拿九稳啊。我的经验都是这样啊，我的经验是这样。欧啦 ，K。真的，这一关真的没那么难啊。是不是夫人？你要不要转一下？你就随便撸一下，随便撸一下，一试撸一下，撸了是吧？要放在这边，不然人家以为我偷撸嘞。随便撸，随便撸。你看他开始犹豫，不用怕，真的就这样撸过去就好了。你有办法零康不？我等一下抽一张，你要撸哦，你不能原地哦，你要撸哦，你不能特地看啊，赶快撸。你特地看可以零 combo， 对，闭着转，随便转。不是啦，你要随便转啦，随便转。对啦，随便啦，随便那么认真。他没有说零 combo 的话，就这是随便转啦。这种不是我在讲，老师我跟你讲，这一对有没有？你就这样玩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这样玩，有没有？你会觉得我现在在弄他好像天降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啊，是这个是你要善用手动卡牌发挥最大效益啊。但第二关不能这样玩哦，因为他要转五属强化盾，虽然你要转五颗，懂吗？老师你要转五颗，要转火的跟木的，有没有？一二三四五，有没有？一二三四，有没有？五五有没有？下面有一二三四五，所以老师你只要这样转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它自然而然就变成什么四 combo 了。我只转火跟木而已，他就在。这就是有这样的特性，就是有这样的特性，不相信什么？老师，我再示范一次，你看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为什么用最简单方法通过最难关卡？它是有诀窍的，五颗你把它连在一起，然后这边你可以随便乱转，没有关系，这边可以随便乱转，没有关系，对，它天降没过去哦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一样还是可以再做五颗，有没有？这边火的五颗，有没有？木的五颗，哦，你就做木的，哦，大车轮没关系。火的，我们五颗，五颗，五五消，五五消，有没有看到？老师这样这一对有没有简单？有没有简单？老师在讲，有没有在听？老师在讲，有没有在听？有哈，这样知道，这对有没有简单？超简单啊，随便消，真的，对，随便消，真的，开，我看一下，开。随便消，但是真的不要太随便了，这他随便他会把你变大变。我看一下，老师我忘记跟你讲，中间那次打会很痛，所以你这火物要关掉啊，要关掉，不然你快死掉了，我看一下，基本上开一只这个有没有蓝灯，对，这时候可以稍微不认真一点点的。稍微认真一点点，讲错了，稍微认真一点点，因为你快死掉了，所以补满血比较安全。对，对，好，大概转一下啦，就是我只是示范一下这一队基本上可以乱转，就大概可以过的感觉，不是真的叫你从头乱转到尾了，真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哦，这次开下去有没有？你要消到木柱哦，这队要消到木柱哦，要消木柱 ，OK 了，还是会怕？怎么可能呢？怕？怎么可能不会怕呢？好，就是快死掉了，还是我们正经一点，不要从头乱转到尾，不然观众想说你在干什么。这一关千万不要乱转，因为这一关大于七康波，所以你就大概手转个，因为我是三到五啊，他两颗就可以做一康了，所以你做个五康波就好。有没有一康、两康、三康？四康、五康，有没有五康？大概五康就可以，好不好？老师你没有出声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对啊，不是啊，就有人说老师来看台啊，然后他名字就是看起来是老师的、啊。第五关能力继承，老师这关很重要哦，要转五颗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会继承。什么叫继承呢？继承就是一种
遗产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懂吗？就是他死掉的话，他会把他遗产给他，他要把他全身的都给他，你知道吗？懂吗？所以右边的死会给左边，左边的死给，基本上属于一个生命共同体，就是一种、夫妻制。哦，最近对大家在谈那个婚姻平权的问题，对啊，这个我是对啊，我就觉得婚姻真的要平权的、啊，对对对，就像这个嘛，这个就是那个、啊。哦，老师，这个地方、哦、基本上他打你就是属于一击必杀哦，因为我放了一只神哦，我放了一只神，对，所以你就全开下去，哎，但是说要稍微认真一点点，稍微认真一点点，对对对，稍微认真一点点，哦，稍微认真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就好，不用太多，不用太多，稍微认真一点点就好，哎，对，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是这样，哎，稍微认真一点点。哦，那这个也不用太高了，就是大概我这个速度有没有应该是可以啦齁，应该可以啦齁。哦，对，我得两颗星嘛，应该还好啦，老师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他基本上就是一波被带走了，没有太大问题，没有太大问题，没有太大问题，没事会提到老师哦，对吧、啊？甘宁啊，甘宁老师啊。他是我启蒙老师啊，三国那个、啊、你没看过三国志你不知道吗？甘宁啊，不知道也没关系的，认识一下这样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对吧、啊？关于历史的问题，其实因为你是体育老师嘛，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师还不错，历史问题可以去请教那个吕杰老师。对，他还上课还蛮幽默的，讲话还蛮对，就你会喜欢听他讲课了。对，如果是上课的问题的话，是可以跟他讨论一下。这边是关闭一下，因为我要补血。对对对对，好、哦，大概是这样一个 combo 数了，大概了。开始很叼谁啊？没有，我叼谁吗？从第一张开始差点死掉，后面都超认真转，有吗？啊，没有啊，就是不是我们要展现一个你知道态度啊。真的要态度了，你看这样转，这样交代的过去啊？这样转怎么交代？交代不过去啊！你看看，交代不过去啊！对啊，水雾要开了哈！哎呀，这样交代不过去了，但对啊，因为这样根本就过不去啊！什么交代不过去？因为过不去啊！这样应该可以了，这样应该可以了，好不好？老师，这一队应该很简单吧？啊，我们只是要阐述说这一队很简单，并不是说叫你每一关都这样玩的，好吧？好吧，各位可以一波七了哈。啊，老师就是你也可以跟着刷一下，什么是一波七？刚好解释了，对，老师你就是按七个七，然后送，这样按 Enter。然后七送出去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吧？老师，这个我们刚同学有提到嘛，看不清调亮也可以啦，调亮好像也有效果了，看起来是有一点的。转属啊，老师不好意思，我操熟啦，把火锅关掉哈。为什么？我跟老师解释一下，因为如果把火锅关掉，对不对？他还锤不死我。但是如果不把火锅关掉，我要是一失手，我就 GG 了。但是我们有观众一波七，基本上大概是十拿九稳了。我的经验是这样。欧啦 ，K， 哦，漂亮，有没有？我说过了。哦，那个前面看起来打不死，那就是一种节目效果。知道吗？这是一种节目效果。对，哦，我们有一波七，基本上刷过去，我是一点都不会害怕的，好吗？左下角，怎么做啊？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。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，记得要分享。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